鼓励儿童储蓄一元硬币赠奖幸运券是从今天下午3点起，在台北市台银城西分行公开摇奖，有各界人士和小朋友们在场参观。开奖的结果，第166451号奖券得到了头奖，得到一台彩色电视机。二奖的得奖号码是221124以及345015，各得26英寸脚踏车一辆。另外也摇出了3000个纪念奖，得奖的是末尾两个数。